怎么可能干这？你三天为了表演个节目没有睡觉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很帅，但是我很坏。我很丑，但我很秀。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我能找凶手，也能推理。今天绝对是我生涯中最困难的一战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三天没办法睡觉了。哎呦，因为怎么可能干这？你三天为了表演个节目没有睡觉，怎么可能呢？因为这个 rap 真的不是人干的，比跳舞唱歌还好。你刚啊，你刚说什么 ？rap rap oh my god rap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名嘴要表演 rap， 你要唱 rap， 对，你连 rap， 你连 rap 怎么拼都还不知道哎，对。这就是最大的困难的，告诉他 R O P 嘛，哦 ，rap 怎么拼 ？R O O P， 人生三大憾事，七不贤，子不孝，宪哥，哎，排不上账，怎么可能？人生三大奇事，关谷、隔壁、乐卡基呀，闹可怜。人生伤身三绝啊！哦，喝醉、白酒、啉茶、老查某。Oh my goodness！ 你以为我只会这些吗？我还会你不知道的。DJ drop the beat。Drop the beat， yeah， yo yo。我很丑，但我很秀。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我能找凶手，也能推理。名嘴他笑话不好笑，主持人他观众会跑掉。上节目还要手舞和主导，时段到底有谁能聊？我来模拟，我怎么会秘密？我来提高社会的风气，一次就要让你记住我的名。我是家喻户晓的彭华盖。他这个 rap， 他等于是 rap 界的双簧。哦，哎，对，为什么双簧的点在于双簧就前面一个比动作，后面有一个出声音的。哦，双簧就在对嘴，就对对。你现场唱两句，我听听看。自己来，自己来，独唱的，独唱的。One two three four， 我很帅，但是我很坏，我很丑，可是我很久，上是天文，下是地理。这首歌将会成为网络上最受欢迎的歌，我觉得会优秀耳，蛮酷的，太有自信，怎么可能？真的会传染，你也遭遇症。